在这里我是最有资格发言，任何一个官员三司十三局里面除了徐英伟这一只就是黑狗得食白狗当灾，他被人家搏几棍有什么那么大件事啊，冯慧这个洪慧文他那天是真的生日嘛，大佬是不是啊？那时都未有检疫，即是未有咁严谨嘅。佢系喺李家超仲话通关，系早一日之前啊，李家超仲话通关，你记唔记得？得嗱，我讲埋佢，佢的确系生日啊嘛，佢的确系请咗170多人，系嗰个 D 区嘅处区楼下240啊嘛，呢个你陈肇始整噶嘛。呢、这個你特首 approve 噶嘛？喺呢個咁嘅喺呢個 executive council， 你出嚟鬧人做乜 Q 嘢啊？我火都嚟啊，大佬！合格嘅框架之下，呢個係合乎規格嘅框架之下嘅事情嚟嘅。誒，有似你而家呢個問責係問乜嘢責啊？特首要辭職啦！